我就每一年都给他存一笔这样子。每年100万？当然不止。啊，不止。至少啊，就是给到他可以，就是长大之后他不用去担心。你到发完就对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就这样。我就算好好调养身体这样子，期待的就是干脆去马尔蒂夫回来再就有回来想。是倾向，是自然。状况啊，应该是，对啊。打针就可以，不想再打针。我在想说明年如果今年还在，我自己啦，我都会再试试看，就再给自己最后几次机会，让自己过程。因为只是因为，就像你看到打完针，我的确会比较好，不仅不在台积电工作，是。他也没那么看好台积电，他自己的员工啊，他自己知道那个，然后，他也说，最好不要进去。什么？现在一千？对啊，姐夫都没料到。但我觉得股票有时候真的也不是说，它很多层面，基本面或是消息面，或是只要好好研究外面的资金进来，所以真的也不是说谁说的准。现在是全球前十大企业。对啊，真的、哦。对，你几乎不会告诉你一些内情。他也不会知道，他也不会知道。对啊，因为他们算是他是工程师的这样子，好像不是里面主要的。嗯，对。现在我看你帮女儿做一些比较出奇的投资，蛮特别的。目前还没有。他的确有在考虑股票，就是买或者一些基金。对啊，反正放到他长大的时候应该存在啊，金钱陷阱。我就每一年都给他存一笔这样子。每年100万？当然不止。啊，不止。所以就是那大概是多少？每年大概会不能讲，但就不是了。至少啊，就是给到他可以，就是长大之后他不用去担心。数字王家良应该知道，我知道啊，但我不告诉你。没有说，这个是讨论的吗？会不会觉得数字太不够？还是不会不够啦？就是如果每年都有一个，就像定期定额一样，那十年就千万啦。对，就是把它放进去存着这样。